那么大只，这么大只还这么胆小，你这么可怜吗？嗯，他打针都很害怕，他上次打针都吓到尿尿。是啊，这么可怜。 你不能吃，这里不能吃。你要吃鸡鸭脯吗？你鸡鸭脯按按钮啊？鸡鸭脯的按钮。喝了可以去给鸡鸭脯，你讲。那你不能吃了。看你鸡鸭脯，不要按按钮。喝了可以去给鸡鸭脯，你讲。
肉肉吃的。他刚刚吃了一堆肉肉。我讲话，给我讲话，给我讲话。阿妈先讲话，我先讲话可以吗？我刚刚不是说，可不可以先不要顶嘴？你顶嘴顶够了没？我讲话可以吗？我刚刚是不是跟你一堆肉肉了？不够吃吗？你太大声了，邻居要报警了。啊？吃了一堆了，你还不够吗？不够。你就看看你那个身材，快，已经三十了呢。Thank you.